界之外，这是之前我们参与众筹领的小礼物。有一个等待，这笔钱我就带着我的朋友来看你啊，我希望你今后越来越好。闪烁的尘埃，温暖每个存在。明天的明天还会来，你一直都在，守望在天籁，是一束光，把世界都照亮。谢谢各位老师。